小哥，小哥，不好意思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是公共场合，那口罩可能要麻烦你戴着。会啊。就这样子扩张，戴着我要怎么吃？油条兄弟，又又又！大，我们是油条兄弟，又又又！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！没有错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做不脱口罩究竟怎么要吃饭的实境秀，我们就要做。来，你要吃点什么？好，上面九点的面，来吃。所以你怕什么？你这是公众场合，那口罩可能要麻烦戴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可是要戴车，不好意思要戴车，不好意思。啊，等一下，喂啊。那个啊。你像我这样吃啊？哦。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我们还是为大众的这个那个防疫观念着想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是在拍一个实测嘛，在开玩笑，没有镜头啊，我们是要开玩笑，对。哎，有有有。哎，你那就先用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我们这是公共场合，那个口罩很要麻烦戴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吃吗？我这样吃啊。不然像我这样画的啊。嗯。我们洗澡，洗脸的时候都这样戴。傻眼猫咪，这个你不要去关注它。有有有。哇！好香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帅哥，我们这边是公众场合，我们要戴口罩。我们要戴口罩，嗯，戴口罩，对对对，对，要戴着口罩，就是人戴口罩。我很好骗。这样子扩张，我们这边有吗？要见你一个，要见你一个，没有，就给，就给，就给 ，Monitor say hello， 我们是 YouTube。有有有，我刚刚麻烦点的，我刚才动力苦瓜机端过来的时候，手在，好厉害，很怕直接甩盘。啊，这一顿碗我们招待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开个小，我本来有想要让他就去考虑说他到底要怎么吃。结果我发现他要准备把它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刚才看你的表情，好像说啊，你他们那个口罩在哪里买的？瞎想。油条兄弟，又又又，你是来自哪里？以色列，你好帅哦！就是那个狩猎的猎人，打猎的猎人啊。他假如跟人家 sex 完以后，他会变什么？哦，以色列。这是特别为我们国家，还有以色列，会变以色列。订阅了没？麻烦订阅，订阅一下。感恩订阅，有请。